请付的这个对家检疫算。那现在呢哈时间9:30，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日的这个追加检预算的一个联席会议审查哈。各位同仁，那我们就翻开2至17页。哎，陈宪之议员。啊，主席哈，阿哥咱啊，一位同仁哦，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那一天座谈会已经有大部分都已经有谈了啦哈，是，啊是感觉讲哦，如果若无意见的啊，就免阁逐条，啊若有意见的，讲迄天你较无清楚的啊，针对那个你有意见的那个拿出来讨论，哎、啊、是不是较紧？好，那各位议员同仁，依据陈宪之议员的建议哈，就是咱们刚有开一个协调会。那个组织改造的协调会会中有谈到今天这个追加检预算的一个问题哈，那当天有做下3点的这个决议哈，那各位同仁，针对陈宪之议员的建议哈，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廖天龙议员，我是感觉讲迄个要，咱要不能要给400万的部分，这个部分哈，是。就一个项目就对了，在哪一个项目之下，我有听甲干部处长讲过啊哈。迄、那个2000万内底捞400万啦、啊，好，安尼聊天两个小时，我快沟通过啊，好，谢谢，廖议员请坐哈，王美惠议员，主席，今麦要开始讲啊，可以，你请说，来，那个公务处长，处长，他拄仔阮廖议员讲的迄条吼，讲实在，你迄间会前会客来吼，我感觉足无适合的。因为长久以来，你重庆路在做人行道的时，你就讲要去争取来做民生各种家庭加各小的边啊迄个道将军。结果你迄天会前会起来的时，我来你问讲说要做对，你讲要做民生公园，我感觉做工过最是有顶管流落来，你敢会去做中一集？我的意见，你规个乌头到尾哦，拢去设计。卖干一站尔，安尼予人讲开吼，袂听进，无嘛会变有。好，来，处长你回答者。来，公务处长。主席还有议员哈，那我想哈，就跟如同上个礼拜的说明会里面提到，请是不是可以请议会呢，在这笔预算里面先给我规划费用？那我们做道将军全线呐、啊，我们都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好，不是只有现在我们原先的构想是先做民生公园的这个工程，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向稍微调整一下，就道将军全线我们来做一个整体规划，然后来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的一个补助。好，啊，到时候补助款有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决定说哪个路段我们优先来做，因为全线如果要这样开工的话，可能会引起一场灾难齁，啊，所以我们是。无啦，你个清楚钱来一段一段做嘛。对。啊，钱上要紧的。有计划落来，有经补助来。啊，最近我爱这问诶，现在水利会你敢捌甲伊曾经讲过？有意见拢有讲过。你同意嘛？嘿，同意嘛？水利会拢无意见，嘿。哦，我就是讲哦，甲伊讲咱讲诶，讲你敢要设计民生，伊个公园尔300万嘛。即马我诶意见讲。有头到尾安尼设计，爱加无？该唔免加，咱未使浪费资源、浪费钱。那该加，你个爱讲，无到时无法度加。来，你讲者。安那咧讲，安怎唔做设计啦？吼，安是做规划。嘿，规划对。规划安怎啊？对头到尾吼，因为伊个。赶快300嘛，有够。我是希望400万，好不？400万咧，因为哦、喔，头几天是要设计民生公园啦，啊，即卖要有头到尾，讲实在，加遐个钱吼、喔，也无过分啦。伊本身我认同啊，啊，我尊重咱别人。好，谢谢王美惠议员，蔡荣光议员。主席，你请坐。哎，谢谢。其实吼、喔，以你这张图看开吼、喔，你以民生公园单甲这重庆路单啦，吼、喔。啊！你即马你头啊，恁说明的是敢那以民生公园迄段尔，迄段都500公里啊，500公里啊，你啊敢那恁偏只经费吼，一米等于都要10万呢，迄工经费啊实在是超过悬呢，啊，10几万的呢。啊，其实哦，你所啊看开啦，是啊是重庆路段较重要，还是民生公园这段较重要？对不？总统，恁都唔知恁规划啥时吼，
你拢看到，人代表你啦。你重庆路段只民生公园，民生公园迄段内底是伫个一撇一撇内底呢，迄无人咧看呢。啊，你重庆路甲西安路这段是咪？迄车辆偌济，人口会出入偌济，迄段唔只较有重要。啊，结果你去啊，你去啊设计伫个民生公园遮哩。啊，你啊回头到尾啊，对不？你回头，你即马四百万哦，你是要进到将近为水头甲水尾哦。一定要设计好哦，你唔通讲讲讲要设计遮尔。那个蔡议员，我们是不是让处长呢，在我们议场允诺一下哈？处长，我想绝对会照议员遮要求，阮对头到尾甲规划哦好啦哈，无设计，因为设计诶费用会个愈济。啊，规划我啊规划好了，我去改分段哈，看要对段会当优先来做安尼。好，我想我会做安尼承诺啦哈。啊，第二点甲直接甲迄个蔡议员回答吼，因为按大将军除了水岸环境的这个营造以外，上重要就是按个水要有清气啦。因为按顶游吼，遐一挂家庭污水拢直直入来，所以阮迄阵的想法是讲，民生公园在土地吼有较大地一点嘛吼，管会当运用这个公园的用地来做一挂水处理的设施，啊，所以在水也当入去公园加处理了，啊，佫来摆顿来这个。道将军，安尼按道将军对民生公园下游遮这段的水啊，才会变干净啦。哦，啊，迄阵的想还是足单纯的是安尼想。哦，啊，我想太多阿议员你安尼讲，我会阁重新来考虑，看这个水的处理要安怎。啊，即马分段要来施工，以后若讲有钱要来施作的时候，我们安尼来排这个优先顺序安尼。好，哦，我想我安尼来回答，谢谢。好，处长请坐。那其他议员同仁针对这个预算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2000万的哈，咱得准予一个400万的规划费用。不是哦，无迄个2000，我咧是刚迄刚讲的吼，是包括迄个4000万的为主加起来哦。没有啊，他现在他编进来是2幕啊，他现在我们要通过哪一幕给他400万？我内底有一个面貌是一个两千一个四千啊。对啊，但是你要通过，还是你要200？不是，伊不听我讲，一个处长讲过啊吼，一个四千万的太刁啦，哦，四千万太，啊2000个留400呢来，我有跟伊沟通过啊。好，那我再来黄秋泽议员。一个税入2租21啊吼。税入这哦，等于的社会啊嘛，也收这嘛，你就留伫两。对啊，恁即马你讲2租21，因为伊这是要做社交收入用的嘛。对啊，2租21啦，啊，所以咱这个2000的收这留400，啊，税出那个另外换留伫这个公务处的这2000的。对，咱社交收入呐通过了后呢，伊税出的咧应该主动调整，好吧？好，那我再把这条预算呢跟各位同仁。大家报告一下吼，就是伊6000万，伊有分做2幕，1幕就是2000万，1幕4000万。然后这个2000万，咱通过伊400万做规划费，4000万的删除。各位同仁，安尼有意见无？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的预算就通过2000万的删除1600万，留400万可以做规划费。没有意见，规划会。Yeah.来，那个好，哦，租给那删除科目无，后盖人要用唔到，又阁麻烦来啊！就规划会啊！啊，你呐，拢用你这个项目，无来，租给该水者。来，那个租给来麦克风。我是建议哈，就是建设处那个4000万删除了哈，啊，进那个公处他编2000万嘛哈，啊，我建议是不是？这个哈，因为他本来是讲改善工程，那我们是不是做文字修正哈？规划会把它那个改为办理规划办理道将军水质及周边环境之改善那样。没有，他只是要改善哦，他只是要规划会呢。对，那前面有一个规划办理啊。嘿，就给规划办理道将军沿岸水质的改善那样。就是啊，建设注意事情怎么变啦？对，好，那个各位同仁，他原来啊，他预算的说明呢是办理道将军水质及周边环境改善工程。那我们现在这个工程呢，给他划掉，改为规划两个字，这样子有没有意见？没
主席，你的意思就是安尼嘛，哈、哦。那处长，李处长，这样 OK 吧？我的部分 OK 啊，那个没有，信清要删掉啊，今麦就是没有那个处长。那个秘书长，伊即马即四百多啊有讲过，伊有答应，就是经过几条都讲准，就是爱来做规划，包括你的给民这个四千万的民生公园，这个嘛是伫伊规划范围内底，咱就是统一统筹了做规划，卖讲你架子伊架子啊做出来两个，又个两条平行线，吼、哦，咱个整合起来，由公务处统筹去规划，然后你们新年度。编预算，你买工程费用，恁看安那去编，恁内部付来再去讨论。好，安尼好不好？在一月先他过来。秘书长，让你讲一下，秘书长这样子好不好？哎，感谢主席，感谢各位议员哦。头拄仔所讲的由公务处来执行，窗口一致，这是好的。第二，我是有一个意见，甲议员报告。本来我是讲工程的名称嘛，该坑的，但你该写讲哦，等中央的那个分配款来，还当执行工程。安尼，我若报予中央，恁地方同意两千万啊，还是六千万啊？因为补助款来就好看。我本来是安尼建议，请各位议员。那个秘书长，这个大家已经有共识了哈，你就不要再偏离我们刚刚讨论的主题。现在就跟你讲说，这个四百万就放在那个公务处，由他们这边统筹来做规划的一个工程的规划，这样子，你无意见嘛？哈，好，那你请坐。那各位同仁，陈宪之议员。我今麦吼要来针对那个公务交通交管处吼，现在这条先讲完了嘞。啊，这条我未见恁都讲已经过啊。我今麦在讨论这个，和我讨论完了嘞，好不好？好，来，那个各位同仁，那就刚刚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哈。蔡永杰议员，你有来？蔡永杰议员，秘书长讲的是可以啦吼，因为咱来讲这笔经费啊，比如讲这个。文字补充讲，咱四百万的规划费，啊，等中央通过以后，咱的预算会当配合安那。我们规划就是要等中央补助款来啊，啊，无你规划要做啥，你就给开。对啊，秘书长在讲是对咱较有利。不是，他意思他是要讲到他这一笔四千万的，哎，但是伊即卖前瞻计划还袂过，你若准讲有过的话，你再过三十万买也会付。对啦。哎呀，明长，这个跟我们预算分类没有直接关系啦，即马是先予你四百万的这个规划费用啦。好，各位同仁，那我这边呢，哈，主席这边来做个这个针对道将军的这一条哈，两千万。对，两千万的这条哈，咱通过伊四百万，然后改选工程呢，改为。规划费用，那四千万的就删除。没有意见的话，咱设计收入这个部分哈，就这样子。然后那个公务处的那个 AC 的部分呢、啊，那一天的说明会，同仁好像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笔七千万的呢，哈，要以邻里巷道的那个损坏部分优先修复。那结余款呢，够剩下的钱呢，再去做大条道路的这个损坏的这个修复的工程哈、哦，这个部分请处长你也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谢谢。王美惠议员，谢谢。直接我要来请教咱处长，这个七千万的哦，你认为偌济？恁的人剩下做大条的，有可能这个七千万的拢是小条的无？来，处长你。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要让他做邻里巷道优先处理，可是我们是优先没有让他说确确实实那个邻里巷道完全都做了，爱完全今年度的丁钱都通做了才可以做啦，不然这样说共一没有啦，我的结论就这样子，就请他们这边这样子去执行啦。七千万加一些邻里道路要做到头不可能啦。好，这个我们的会议结论就这样子做了哈。好，等一下我会先读我们那个会议结论。主席，各位同委员，有意见会使可以开门，可以，没关系，可以。因为我感觉讲，该因为长久以来就是有百姓的定情，自叮当定情到今嘛还未做，因为咱就是认为感觉讲，阁有足侪细条的还未做。因为长久以来，咱就是烦恼遐也未做嘛，不是讲一定你爱钱哦，白开细条拢总来做呀。那意思要出我是担忧，
担忧讲到时有诶会去人免失去，有诶无做，搁同款大条诶做出来，安尼啦。好，做大条我嘛无意见啦。啊，你有要处长甲你回复无？嘿啦，我是讲处长啦。好，我这边跟主席还有跟各位议员来报告，我想我们如果有这笔七千万预算，一定是优先来做邻里道路啦。哦，啊，邻里道路就诚如刚刚李议员有提到，七千万全部要做嘛是无够啊，所以我来去评估，就是讲路面的这个品质如差，我来优先去做，安尼。啊，当然，伫七千万内面，若是讲安静有一个主要道路顶头，哦，啊，已经足久拢无去维修，我来摕一寡钱出来，哦，啊来做这個。好、哦、啊，我记得我顶礼拜说明会内面，其实有做一点评估的，讲阮进手头全部报来的钱啊，报来要做的路面拢总爱8400多万，啊，阮进打边7000万，啊，8400多万内面差不多2000万是主要道路、计划道路的，啊，剩了差不多6000几万是那个邻里道路的，哦。就是嘛是无够啊！对对对，啊，今仔我的意思是无够遐个钱，你是会大部分像你头拄仔讲的是优先。优先，嘿，优先做邻里道路，这绝对无问题。我是安尼啦。是是是，嘿。谢谢主席。没啦，没，这绝对是邻里道路来做。问题个也袂使提出来问，无要审议什么审查。无这个意思啦，好，我就这样。啊，迄、那个陈庆之议员先举手，先讲，好不好？快点来，陈庆之议员。对，处长，我是感觉安尼啦吼，邻里巷道有时啊嘛足重要，啊，但是就是讲吼，像你头拄讲的，爱做有已经害去不堪使用的那个要优先去处理。好，啊，过来就是讲咱进前讲的，就是讲，迄、那个要做咱的人的所有道路，啊，所有道路嘛是已经有做大马家，所以迄个部分咱较早是拢无要去共做。嘿，伊就拢无爱做做，伊讲安尼去牵涉到啥物，安怎会去用关，会去用安怎咧？但是我们已经有做了，咱唔是要搁甲扩较悬，咱是嘛照迄个搁甲铺好。我感觉讲应该咧是没有问题啦。是，好，现在竹林的道路应该也可以做嘛。我来去评估，无需要，我绝对会给你做。好，啊，再来就是讲哦，咱头先讲的，唔是讲大条路都拢卖去做啦，对啦，因为大条路破工的时阵你卖做啊，啊你无做你唔做，等到佫比迄个风害佫较侪，我希望你们要把优先顺序排出来，好，恁拢去看，对一条真正害，甲恁相片翕起来，好，啊恁大家拢有交代有看嘛，好，啊、这样子我。刚刚甲议员报告，完全完全照他多少议员你讲的安尼在进行。好，啊那如果讲今年你照你头讲的讲，都要8000几万。啊，咱都7000万尔，凡事还阁无够，年底变落够，对啊，年底变落够，对，还阁来变。我们时常咧变变了，剩下来讲无够啊，再要过来追加，哈。是好，谢谢。好，谢谢啊，邱泽议员。兄弟啊，你前摆坐单位提供的资料哦，这个邻里巷弄的哦，西区有89条，东区46条，拢总135条，2540万。啊，计划道路的你只要65条，6300万。所以头拄阮同事咧讲的讲，邻里巷弄迄登记足济拢无去做，足济档啊。是。这2540万尔嘛，你提供的资料啊吼。这阮会优先来做，嘿，这绝对优先来做。哦。啊，毋过计划道路吼，因为遐7000万的嘛。对。啊，像咧你啊，该做计划道路，迄差无介济嘛。对。像咧无够，你12月你搁会。无唔对，无唔对。啊，所以你遐邻里巷弄讲。搁置很久诶，是，我知啊，对，我知啊，优先继续人做做咧，好，好，哦，这你才下2500几万尔嘛，是是，哦，这135条要先去做，好，好，无问题。好，各位同仁，哎，hey, 主席，我代你发言。好，我代言。处长，卖啦问题搞乱了，我完美会无从来无讲大条袂当做，我讲优先邻里巷道哪还去。长久以来，咱恁定情兄，恁爱看哪会使做，爱赶紧去人做。是，我是安尼讲哦。对，无唔对，无唔对。后来你讲者，我安怎讲？那安尼讲个，搁多少年啊嘞？王议员的意见就是说，邻里巷道的部分要优先来做，以7000万的预算呢，先来走。哦，安老村啊，主要道路的部分有需要，安嘛是爱去走。是安尼嘛？是安尼。你是无叫你大条来走哈？无无无。无啦哈。
好，谢谢。那针对收借收入，这个一亿三千万的部分，咱就讨论到这，就是这个七千万的哈，这个 A 线路的工程费用的由邻里项目优先处理哈，然后两千万的哈，三读一千六百万，保留四百万。啊，然后这个文字的说明呢，哈，哦，表明工程两亿改为规划费用，那四千万就删除。这是这个社旧契约保文，那等一下这个社旧基础的保文，咱都无个讨论，起户这边自行更正，好不好？好，对，自行调整，好，好，谢谢。那各位同仁，陈县之议员。来，那个主席哈，我请教嘞交关咱嘞处长哈，你伫二月二哎二二至二十七日这里哈，你本来的规划是嘉义县市要做一届嘛哈，啊，我的建议是干嘛讲嘉义区还嘉义区做，嘉义关还嘉义关做，我们不要跟他有什么多嘞哦，啊，你这么嘞你起来文字修正一下。好，这个部分请处长你自己做文字修正。谢谢陈议员哈。那你也有做最善的预算说明和保分家啊，那你心杂意见我哪不要明天续办啦齁，就是变做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办齁，就是变做工那个跟管的没关的咱自己办啦齁。啊，另外那就是文字的修正保分家你咱22至27页保分家齁，我希望说文字上可以修正成为办理嘉义地区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统建制计划嘉义市辖部分，就是咱自己起来保分家啦齁。啊，表面的意义用修箱啊，咱有个保护者咧吼，做七月二十，迄个吼做交通部吼，因同意咱吼分开来办的，安尼一个吼做这个问题啦吼，以上做些说明，谢谢。好，那陈信之言，安尼无意见嘛哈？意见就是管区的部分，咱要改为嘉义市家己处理。所以这个文字的部分哦，前面委托嘉义县政府办理嘉义县市合作申请，这个拢个改掉，修正为。办理嘉义地区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统建制计划嘉义市辖部分，哦，表面就是那个数字的部分，各位同仁，安尼有意见吗？没有意见，这个部分就修改为这样子哈。那其他的意见，其他的部分还有没有意见？没有。啊，不会保温哈，我们等一下这边就做个今天的审查会议的一个结论哈。就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二至二十一哈，这个社旧收入的部分呢，哈，一千六百万删除，一千六百万保留四百万，然后工程改为规划费，然后四千万删除。那社旧支出的部分呢，请起户自行修正。然后来那个交通处这个部分哈，二至二十哈，这个税入的部分啊，税出二十七亿哈，这个部分呢哈。就文字修正为办理嘉义地区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统建制计划嘉义市辖部分，好，表明受理教官来了呢，各位同仁，这样子针对以上的这个会议结论有没有意见？没有。啊，那如果没有意见呢，啊，那个刚刚没有念到的就是那个七千万的 AC 道路以邻里巷弄损坏部分优先修复哈，啊，有等于的这个预算再去进一步做大条路的这个规划，然后在这个大条路呢，在您十一月份的医生呢，吼，会使编入来。好，那个四维路你自己去看过了，真的是嘉义市区有这种道路哈。好，那各位同仁还没有其他的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今天预算审查追加预算呢，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同仁，谢谢市府的一级主管，谢谢我们议会同仁，谢谢。来，这边好令。